刚好嘛。那你刚刚担心什么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带手机，借我一下。来，先拍一张照。小。陈信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边是有脏脏的，还是胡渣？没有啊。有吗？你看，有没有？哦，陈信，你看，偷亲我。啊，才没有你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把传到我手上。啊，还我啦！这是我们第一张全家福哦。给我啦！哎，好。传好了，有证据的，偷亲我哈！拿了钱从我的世界消失。我说你不能爱上我，我没有说我不能爱上你。你现在是我老婆，安娜不在，我的生日愿望不可能实现。安娜不喜欢这种事啊，不是我们第一张全家福。陈曦可以原谅安娜，赶快跟安娜和好，以后每年的生日都有安娜陪在身边，不会再一个人了。玩够了吗？手机都不带，找你都找不到，而且晨曦你变了。为什么你的手机密码不是我的生日了？想你哦，他是谁呀？纪宝贝的保姆，啊，这纪宝贝的衣服，我们帮纪社长还有纪宝贝送亲子装来。对，对，他就是帮社长送那个。哎呦，我说这里头这些狗保姆是怎么了？这你看，你还让我们社长帮你拿袋子呢，是不是啊？请拿好，嗯，拿好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床里有鱼了，啊，快。家中可以团聚了啊！对了，我真的也帮小薇买了一些玩具，她最喜欢的。麻烦你帮我拿给她好不好？因为等一下我要帮晨曦补过她的生日，麻烦你了。
不麻烦，谢谢。 小姐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吗，社长？你现在要追陈心怡可以，可是你想清楚啊，你把安娜小姐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面，她会怎么想？社长，您难道还不明白陈心怡她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纪宝贝的保姆吗？社长，陈心怡交给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负责帮你把她给找到的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赶快回到办公室里面去搞定安娜小姐，可以吗？放了。社长。 你心里爱的人难道不是安娜小姐吗？你要帮我找到陈心怡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到她。你现在赶快回到办公室里面，安娜小姐还在等你。走，社长，记得把戒指给拿下来。